咁嘅投資熱話組咧，今日就係推介信達生物101㗎。揀選嘅原因係咧，恆指季檢咧將會喺星期五收市之後公布啦，係恆指優化建議之後咧嘅首次季檢，成為咗市場嘅焦點。咁潛在納入藍籌嘅股份當中咧，可以加以關注信達生物101㗎。公司去年的收入按年大增 2.6 倍，主要是受惠核心產品達伯舒、信迪利單礦的銷售增長有 1.25 倍，以及海外授權的收入大增。由產品的周期來看，信達利單礦多個大式認證進入集中收成期，例如是達伯舒用於一線非鱗狀非小細胞肺癌的申請已經獲得批准，預期其他式認證申請將會在今年至明年初就獲批，這些產品仍然會帶領今年的收入增長。在策略上，投資者可以在